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看，全部都开始了。Hello， 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有人进来吗？早上好，早上好。有人进来吗？有谁啊 ？Morning。啊，要讲。要讲阿贤呐、啊，阿贤呐、啊，新招嘿，新招、啊，阿贤真的好啊，他哦，每个早上差不多第一个，every time 啊，I think is the number one 啊，哦、Ivy， morning Ivy， this time is Ivy 啊 number one 啊 ，good morning Ivy， good morning everyone， please invite your friend，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happy Sunday， invite 沙都甘蹦嘛说。有看到吗 ？Nomi 昨天讲，他讲帮我 invite 今天的沙都甘蹦啊 ，Nomi 进来了没有？对 ，Nomi Nomi， 我现在有点慢。OK， 来我们来我们 share， 现在帮我们 share， help us to share to your friends relatives。新早。For everyone today very special food specialty dessert right? Yes, special. Very special. It's a very long time ago. I think we haven't born yet. How many years? I don't know. Like 1700. Wow. They already found this dessert. Dessert. Yes. 1700年啊。1700年哦。对啊，我们还没有出生哦，那个时候哦。哇，你看到没有？看到那个历史嘛？你们看到那个历史，他们所仿造的这个的特别的，叫什么中文？甜点。甜点啊、甜点。甜品。啊、甜点。有因为你的 friend 嘛、啊，来，请多一点人来，我们要 show、Morning， 伊娃。Nomi， 啊 ，Nomi， 你进来了 ，Nomi。他不敢动吗？叔叔那个。啊。他叫 Nomi 耶，我都叫 Nomi 啊 ，Nomi 哎，喂 ，Nomi 讲他，他讲叫他讲是明天叫整个甘榜啊，他讲叫整个甘榜啊，我本来想叫他是找你的叫你的朋友啊亲戚这样子的，那你知道他跟我讲说哎、我会叫沙都甘榜啊，他乱乱来，他没有乱来的，他说过可以做得到的人来的，啊，对啊 ，OK， 我看到 Adam 进来了，Adam 进来了啦 ，Adam 啊，帮我叫你的好朋友 Nomi 进来啊，他讲今天帮我叫沙都甘榜马叔啊，你要不能帮我呢，啊，你要不能帮我呢，哎呀 ，Morning call，Wake up，Wake up， 进来了吗？不能帮我，不能帮我呢，哎呦，喂，今天很特别的哦，我看啊，我也不懂你们有没有做过了，我是。这几天这一两个星期有试过这个的、之前没有试过甜品，我没试过的。哇，我跟你讲很特别的啊，普通人啊，不是普通人都可以做到的这些东西啊，可以的，很简单的，它是简单，但是普通人没有人去 find out 啊，没有想到会做回这个历史的，是从从1700年，他们已经是开始是放 out 这个的甜品，你们找这么久的历史出来哦。哎呀，就是这些啊，年轻，你不要看他这个甜心姐啊，年纪轻轻，20多岁，可以去找一些历史的吃的东西来创作他的什么啊？是不是创作叫做啊？来 find out 出来，给知道大家知道这个甜点啊？对呀、没有吧？那天晚上睡不着，就在那边咕噜咕噜那些 recipe 哦。哎呀，也是好，我对你啊这样子哦。哇，跟你讲啊，这个东西啊，现在我们看到有不同的东西了，他们的做法了，对吗？对。但是这一个啊，哇，它是是特别的。我也不懂这样讲，你请多一点人来，我才讲啦。喂 ，Charlotte， Where is your friend？ Where is your 甘榜？我让全部甘榜的人快点进来。你的朋友啊，你的 Nomi 还没有请一声啊？啊，他讲帮我请整个甘榜的人啊。可以的，开一下 spotlight 嘛。开一下 spotlight 嘛，我也看不到我们了。喂，有弟弟。可以吧？我们看不清楚，我们美，所以还没有进来。
哎，老妹进来了啦，老妹，老妹刚刚起身啊，打我了，老妹，哥一手刹住卡蹦，你看到没？有，他的 friend 很早进来了，伊娃是，对，但是还没有刚蹦啊，你的刚蹦没有理由才得一个伊娃进来嘛，是啊，嗯，啊。靓女是在这边，靓女我们靓女是在这边了的，但是你的干蹦了，他没有进来呀、啊。不要 share，invite share already，、然后 invite 他们。如果没起身的人，你就叫他们。我真的很特别的吃，哇，阿米香真的很给脸哦。哎呀，我跟你讲，阿米香，我爱你啊啊！今天阿伟笑哥，今天涛姐要讲历史。我不是讲历史，我们的天星姐要做历史的甜品啊，历史的甜品啊。好了，我看到了啊，因为我看到那个糯米进来了，但是他的干蹦人还没进来呀、啊，他讲帮我叫干蹦人啊。谁是糯米的朋友？糯米的粉丝啊，粉丝，糯米的粉丝啊，糯米的粉丝，院长的粉丝。Yes， 哦，我说越感动，感动。哎呀，微笑哥啊，微笑跟我啊的，哎呀，你都不知道我们的两个人的关系，跟你讲。哦，什么关系？你看他讲什么？微笑 never share my life。哦，他又 mention 了。哎呀，你不要总是 mention 吧，讲出来都伤感情了了，微笑哥。啊。他明天去 office 要躲去哪里好？他没有回啊！哦、oh, okay. ，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啊！伟笑哥不懂去了哪里啊！啊，多、okay. 一点人来啊！今天真的很特别的，喂，在秀那个历史哎，弟弟。我们今天讲历史啊，我们讲历史的甜点呐、啊。我们的伟笑哥、糯米姐应该没做过吧？因为他们那么摩登是。哦，是咯。啊，我这样古板。哎呦，是咯。没办法。啊，就是咯，古板的人才做古板的甜点呐、啊。今天我们做古板甜点。我们做古板的甜点啊。Okay. 进来，进来，进来！还没起身的，快点进来。热锅，热是我在 heat 住我的 oven 一下。糯米老师的粉丝，嗨，谢谢你。嗨，糯米老师，粉丝，糯米老师真的啊，哎呦，啊，永林哥啊，永林哥，你的粉丝在哪里啊？阿米莎，你的有没有粉丝啊？你啊，你叫你的那班靓啊，快点进来啊，你那班靓啊，哈。Okay. 啊，不是的话跟你讲啊，哈、啊，米灿，你那班靓不进来啊，这样就，哎呦，以后你叫他自己醒顶了哈、啊，跟你讲，醒顶一点啊。OK， 啊，进来啦。我继续我的，我乐出国啊，我们乐出国啊，哎呦，才十六个人啊，再上啊，多一点啊。古典啊，很古典的甜品哦，你们不要看嘛。阿文还没起身吧？啊、阿文还没起身啊！啊，永林哥，帮我叫阿文起身啊，永林哥。啊，微笑哥在哪里？啊，微笑哥，你不要进来了，我又出去了，跟你讲啊。他要去冲 coffee 哦，干嘛？中午 ，I know have fans 啊。Why 哦？没有理由的，你那么帅哥，没有 fans 不可能啊！不可能啊！不可能 Hi, ，You cannot be have no fans one。对呀、啊，伊娃说，是咯，他在江湖讲酒。对呀、啊，我看他这个人啊，就是啊，没有去 invite 啊，你去 invite 你的 fans 啊，我还没有看到 if 进过来的，干嘛呢？哈，微笑哥，他不喜欢看到我是吗？他在旁边看吧。还是他在旁边？不要叫他在旁边，叫他再开多一条 line 来看。自己看。他开多一条来自己看。对啊，尔哥又没有进来，哎呦，帮我叫我的 Max 哥进来呀、啊、，Max 哥进来了没有 ？Max 哥，哎，有那个 Max 哥进来了吗？他今天泡姐要讲历史，我跟你讲。对呀、啊，我读书不是很多，但是对历史还可以了解一点点。哎呦，你要跟要问他是，他可以答你哦。啊，弟弟啊，你可以分享一下吗，弟弟？啊。啊，弟弟还是很忙，不好意思啊，弟弟还是很忙啊。他的那个书太厚了。我们啊，弟弟啊。弟弟的书太厚了。Hello， 各位粉丝，各位早安。啊，李静。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料理。嗯。来学健康料理的这个。要 deck Max 吗？要啊。啊，微笑哥要 deck 啊。
不是 Unmax 不了啊，哎呀，全世界的人带完进来啊你。啊，对呀、啊，你的 Eve 姐 ，Eve 姐，我还没看过她的，你叫她进来呀、啊，你不要跟她公司一个电话啊，要开两个电话。今天高姐和甜心姐姐要学一个啊，非常有历史的一道甜品。对呀、啊，对呀、啊。我们也在网上去翻到了一些资料。对呀、啊。哦，这个非常有古老风味，然后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古代的一个食谱啊，给我们在网上看到。对呀、啊。我们是看到这里来做的，因为我们也看不懂它的原汁原料，是经过一个这个岁月，很多人在翻译一些华语食谱，我们是在网上找到的。对。如果大家有兴趣，Big Boss, 看了这个，回去做一做，学给我们看。当然，等下姐姐呢，也是会一一的跟着 step by step sharing 这一道料理给我们看。这道料理的名字叫什么啊，姐姐 ？Yorkshire pudding 是吗 ？Yorkshire pudding。Yorkshire pudding。如果大家要去找 Google 的话，那我也帮你们找遍了、啊。它的华语名呢，就是这个。华语名叫什么？月。客军布丁，哎呀，听名字都很强大的呀、啊，好像去打仗一样啊。这个就是这个吃的东西啊，好像去打仗一样、啊就是。是否去打仗的人？哦，因为去打仗是不能够去煮食物，所以他早早弄遍是吗？对，哦，它可以耐很久。哦，它这个是来自英国啊 ，British 英国的、嗯，以前他们是没有这个oven来制造的、嗯，对，他们是有用其他的方式。他们烤牛肉的时候啊、可以看一下那个，你们可以去翻翻一下它的 history 啦。嗯。啊，在1700年已经出世，已经有开始了的这一个出世这个料理，1700年被人发明出来的啊。当然，它是在1737年啊，就是才开始非常的famous 啊，非常 popular。对。啊，它就被列进去一个啊一个食谱。那个食谱的名字是、叫做这个来读历史啊 The Beauty of a Woman 哦的一个食谱啦、啊、就是女人的天职、啊、做饭是女人的天职的它的书名华语是女人的全部的责任所以非常有意义的一道菜、感觉上好像代表了女性、啊、对女性所以今天有这两位漂亮的姐姐漂亮嘛年轻姐姐好漂亮嘛是这样的哟哎呀我要开个眼睛，漂亮吗我？我做漂亮的话，我们打一个八字。OK OK， 好的，可以。八，好吧，我们告诉给别人听，看是不是我们都认为他漂亮。漂亮吗？有没有八？有没有八？哎，他们哦，有可怜哦。你的朋友我漂亮吗？跟你这两个漂亮，漂亮的打扮，没有打扮的，等下后面你就糟糕了。对呀、啊，糟糕了。OK， 什么300年的我的英国甜点？对呀、啊，对对对对。谢谢院长啊，谢谢院长啊，院长。现在还是很 famous， 就是很简单。啊那天有个小 baby 哦，一吃不会停哦。是咯，真的跟你讲，他这个人呢很挑剔吃东西的，不是什么他都可以放进嘴巴去的。这个小孩子，啊，那你知道他吃了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进口。我看着他，真的这样好吃吗？对呀、啊，好像是刚做好，也不知好不好吃，我也没有试哦。是咯，他一试了，他是一个挑剔的人，所以他一吃了吃好吃的就是好吃的。哦，这样子 ，OK， 我就继续了。它不凸出来的就是等于是好吃、oh. 啊、通常的吃到不好吃的东西都是会呕的感觉的、oh, 啊啊 ，OK， 17人不可以，你啥都干蹦都没有留是17人不了啊，来帮我相信啊，唱一首相信的歌，弟弟，相信什么歌？我不知道，天天向上，对呀、啊，即将无限，不可以即将。啊，来多一点人，阿文啊！哦，有20了，我可以 start 了。哎，阿文，你还没有带那个阿 chef 进来啊 ？chef 啊，你帮我做翻译给他哈、啊，你知道吗？啊，阿 chef 红是吧？不是 chef 什么了，我忘记了。我不是你讲哪个 chef？ 我们的越南的 chef 啊。哦、啊，对啊。帅不帅？还可以啦。其实帅的是在心里的，不是在样子的。Oh, okay, okay, okay. 有那个张彤嘛？
agree 吗？帅帅在心里。好，好啦，我们开始啦。那没有进来的人就是哎呀 regret 了，跟你讲。Okay, 啊？就看到吗？一二三四五五个个 ingredients 不了，材料不了啊。Okay, okay。就是两粒鸡蛋，两粒鸡蛋。嗯。对，盐。来，我们看一看，我说你们盐地的视角啊，盐地的视角可以看到。对，来再讲一讲，有新的人进来，这个甜饼是叫什么名字啊 ？Yorkshire 啊，你读一下那个 British 的音。哇 ，Yorkshire pudding。OK， 就是他们的音就是有点尖音高音的。哎，中文是叫什么？约克郡布丁，约克郡布丁。我们也是有 comment 写在这个、我们的这个 live 下面的 comment 了，大家可以去那边 copy paste， 可以 find out 一下，可以去谷歌看一看、这个非常有历史性、历史的一个一道布丁，一道菜，一道甜点。对啊，鸡蛋两粒 ，OK， 普通面粉100 gram， 盐。八克这样子啊，八 gram 要盐啊，两个 gram。这个盐的颜色啊，不是白色的啊，看到啊，白色的完了吧？有白色的盐也可以，因为今天是 pink color 的 day 啊， pink day 啊，所以我们用 pink 啊。为什么会是这个 color？ 因为它在喜马拉雅山啊，这个是喜马拉雅山的。今天没有神山，我们今天是喜马拉雅山的这个盐。哇喂，我跟你讲啊，我们有一个。柬埔寨的 ，Hello， 柬埔寨啊，这个是我以前的 team 来的，在柬埔寨 ，Hello， Good morning，friend from 柬埔寨，Cambodia，thank you for joining in， 阿敦，thank you， 哎呦，很开心哦，哎 ，so happy to see you here， 阿 Sam， 没有，我做好的这个，做好的，所以你看到它的材料看起来也不需要很多。对，也不需要说。mix 了过后。Hello， 敦。所以我相信各位家里应该也有这种材料。OK， so 就有我懒惰啦，用手的话也是可以啦。OK， 可以。我要快一点啦，因为像你们讲我很慢啦。所以我快点啦，因为想讲要吸收。有人讲甜点很慢啦，有吗？好像还没呢，没人讲。哎，很磨的哦。磨的还没呢，就是要仪式感是吗？对呀、啊，你要慢一点啊 ，You need to show them one by one 啊，是吧？啊，不是的话他看不清楚啊，啊。Hello everyone。这三个材料呢 ？Please invite your friend, family, satu kampung, 啊。Join our show。Just mix only。Mix 掉好。OK。有锅的话，就是一个碗，就这样子用手 mix 也是可以啊，这样子搅拌都可以的。我要 mix 均匀一点，滑一点，所以我就用这个。Make it smooth。啊。这样我就可以继续跟你讲话。OK。这样。谢谢小乐。这样我也不用割它了，因为倒出来是要割成一层的，那个叫什么？要割一个网的，要割它。哦，要shift 它是吗？嘎扎是吧？哎，嘎扎，是不是嘎扎？客家话。不好意思啊，嘎，我才会speak 客家 in 嘎扎，嘎扎 is 嘎扎 ，OK？ No, this is not me. 嘎扎 ，just mix. Charlotte 讲讲嘎扎 ，I miss you too. Miss you so much, me too.Thank you for joining in. Okay, 我们要 fresh milk, 等一下。Okay, fresh milk, 哇，哎。Okay, one more ingredient, fresh milk. 直接 fresh. Fresh. 再加 fresh. 哎，鱼香很香哦。很香。Very. 哎，有灯吗？ Okay, 哇，哎的 you can see or not, brother? 啊，弟弟啊，看到吗，弟弟？我们要修这个很重要啊，可以看到吗？看不到，我要抬过一点，可以吗？可以吗？这个 very important 啊。OK。还是我照了照片先给你 show，可以吗？可以。我就拿来 video 它。等下，video 你 show 到吗？可以。
这 video 可以啊，这样好，我就拿来照 video 给你们看啊。这个的 Yorkshire 啊，它变成很哇，很长大了哦，它高了差不多应该四寸了、哦、啊啊，不懂你们可以看到吗？看到吗？你们可以看到吗？啊，看到吗 ？Hi mom, hi Monday is it? Alex, mom or what? 啊 ，morning is it? morning,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Okay, no more light. Okay, let us show you. Can you see clearly? 看到吗？看不见啊，看不到。How many ml milk? 哦，一百。100. 啊 ，OK， 看到了，来，看到吗？哦，我拿出来。可以看到吗，大家？不好意思哦，拉不进哦，可以拉得进吗？拉不到，很热哦。是哦、，sorry 啊，我怕我的要被烧到啊。还是要开一点点给人家看，不要开了，等下它融下来啊，是吧？啊，开到那个 video 吗？要等一下。看一下你们啊，就是打 smooth 它，弄到它好像很没有渣这样，嘎渣。哦，我就用那个网去。嘎渣了，那是。所以他用这个的machine， 他就不需要嘎渣，嘎渣就是割它的叫什么了那个字。I wish to, I wish we can go back to Cambodia one day 啊。1 hour 啊、So just now she already prepared for one、yeah. Okay、once set here. Then this one need to put inside、yeah. the ice box for 1 hour to keep there. Okay, 看到吗？你们有没有看到？哇，越来越大个，大哥啊，弟弟啊，弟弟看到吗？啊，有啊，看得到。Charlotte 看到吗？他在里面没有跳舞啊，他还是很发福啊，他，哇，很美啊，哇，很香啊，很香很香啊，啊，嗯，对，他现在在里面，他是看起来好像肥肥嘟嘟这样子，等下他一出来了，他就是好啊，他就变苗条了啊，他在里面就看起来很肥嘟嘟。很胖胖这样子，然后到它一烂了，那个时候它就会变成很 slim 的啊、OK， 看到吗？看到 ，OK， 小乐看到啊。糯米姐去了哪里啊？糯米姐是不是出去找干蹦人进来啊？只要他的，应该还没起身吧？ Okay. 啊，然后我再推荐，对呀、啊。特别吗？有看到吗？特别吗？哎呀，我都要叫我的那些朋友啊，等下他讲啊，是啊，没有叫到他来看那么特别的甜品啊。还有一个特别的，等一下。啊，还有个特别啊，哇，你们不要走啊，跟你讲啊，哎，好、啊，我们的天心姐很找那些很古怪的，很古怪的东西，不是很古董的东西啊，古怪的东西啊。人家不做的东西，他都拿来做的。你看他奇古怪，他不是 unique， 是古怪。哎，天心姐啊，你改名字吧，你叫古怪姐啊，古怪姐比较好听，比较刚你啊。说了，阿轩丽，你是不是刚刚起身？哎呦，你浪费了，你没有看到古怪的甜品啊。下次我说 before 我 start， 我一定要 call morning call 先啦。没有啊，没有 morning call 到啊。啊，哇，我们的古怪差不多要出来了咯。啊，开大眼睛啊、哦！等一下你拿出来，那个时候你要快，等它在这边前面来慢慢 slim down。哦 ，OK，、啊、可以吗？啊，慢慢 slim down 啊。啊， okay, 对呀、啊。move 了。啊，我要 move 了啊。所以啊，我们要。啊 ，OK。大家准备啊，大家。再请多一点
Shelly 啊，你的 fan， 你的什么叫做啊？粉丝啊，你的粉丝请进来了没有？你是不是很多粉丝？粉丝啊 ，Today you did morning call。哦，哎呦，是了，我以为你不需要每天 morning call 的嘛，因为你一定比我早起身啊。OK， 怎么说是一个时间还是那个 3 minutes？ 我看了，你要准备了，你不可以做这个水仙了，因为我们真的要把它肥嘟嘟这样子拿出来，变成一个瘦茫茫的甜饼啊。啊，我们要很快啊，你要伸手忙脚乱，你快点带一个啊！哎呀，你的cap 啊，你拿 cap 啊， okay, 啊，你的防手热的OK， 带遍它，现在三分钟啊 ，OK， 在这个三分钟里面，你们尽量把你的粉丝请你们自己的粉丝请进来啊。OK， 那你们有看到那个 video 吗？看到吗？那你看到那个胖胖高高的甜饼啊？啊，看到吗？大家看到的讲看到。啊，不好意思，看到的打一。他变成很，喂，他们也可以写看到的嘛？对呀、啊。啊？哦 ，OK。要吃吗？哇，很长大了，很高了。哦，是咯，哇，很香哦！我跟你讲 ，Oh my goodness， very beautiful。OK 了，可以了 ，OK。来，快，你戴手啊，先呢，你不要让它瘦了先呢。我要酷到一下吗？还要酷到吗？不要酷到了，我们要准备了。哦。哎 ，Evelyn， 你刚刚起身啊？一下吧。哎呦，我要帮你录影哦，我跟你讲，啊。哇，我每次做它每一次都不一样的哦，是吗？哎呦，它真的特别啊，它真的古怪啊。来，快点拿我们的古怪出来。它很快就 OK， 你所以你要准备啊，你要快啊，好 OK， one two， 哎 one， 哎呦，很紧张啊，我们哎呀，哇，很美呀、啊，大家。啊、大家你们很美啊，你们、啊、哇喂，你小心一点啊，虽然是我们要很急事，但是要小心啊。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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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跌下来，可以吗？可以吗？哇，刚才有个 baby 在里面啊，有个 baby 还没有出来，他不要出来先了，他要在里面唢呐一下，看到吗？看到。来，我们用镜子的视角看看。哇，你看，就是这个是想当年的人啊，1700开始啊，他们已经是去什么去创作啊，去发明出来啊，发明叫做发明啊，发明出来。我要 Frico Air Flyer， 不要什么礼什么的什么鬼，中文。什么鬼？什么鬼？我要里面的甜点。还要，好漂亮甜点。我要 Frico Air Fryer。我没有卖。不要里面的甜点。我没有卖那个。哎呦，你要都没有啊，姐。啊，哇，很哇，我跟你讲，不是讲要买的，只是不是代表有钱都可以买的东西。喂，这个甜品好吃啊，姐姐。你们闪一下先。啊。还要好，来，还要我给。啊，来。啊。给你看就好了，你要看。有时候啊，不是讲有钱，我们什么都可以买的，跟你讲，知道吗？啊，哎，这样子，你看我们的，你要买这个甜饼吗？啊，不贵的，这边加起来应该想当年卖100块，现在我们应该200块吧？想当年，哎，想当年100块，想当年就没有这样子的。哦，看到吗，大家？不要看到它黑黑，其实它没有窿的、啊，它是这样子的，它的款，啊、哦，那我们可以加啊，我们可以加 topping 的东西，你们看到吗？你可以加雪糕的啊，也是 ice cream 吗、啊？也可以加，哇，你可以加 ham 的，如果吃牛肉的人，嗯、对，什么都可以加的，再加 cheese， 再加一杯红酒，哇，红酒啊，这个是轩丽的 favorite 来的，是吗？是不是轩丽？啊，是吧，因为。
那不是，好像是 coffee 啊，不好意思，不是酒啊。哦，因为那个这一个配牛肉再配配红酒就很好吃。对 ，OK。如果甜点的话，谁有做过的在线上的人，谁有做过这个的甜品的？啊，我们的院长有做过吗？有吗？啊，院长还在吗？院长？有啊，院长在啊。大家等。出名才看到的、啊、这个哦哦、OK 我们再看、啊、如果现在有做过的朋友告诉我们听哇喂这个可爱哦他这样子的款、哦、看一看香槟啊哇很像哇一来看起来好像我那么好看这样子的哎呦你们有看到吗那个壁纸常常每一次他说你知我心哎呦当然啦、啊、我爱你嘛你不你没有感受到我很爱你的咩虽然我们少 contact， but 我的心对你真的，哎呀，满满的，啊，满到傻，你知道什么叫做满到傻吗？满到傻是什么？他搞忘了，他搞忘了，但是满到傻中文讲讲啊。糯米院长说有啊有啊。哇，我们的糯米院长什么都做过啊，所以我们这些功夫啊，我们不可以秀给他看的啊。对，一击中，一击中。啊，是咯，对他来讲是，哎呀，什么 sub sub water 啊。是吗？是哦，是不是上上我的不丑、啊？哎，哎呦，哎呦，你不要这样吧，你不喜欢你也别啊，你哎呀，你不要生气吧，糯米姐没有讲你什么东西吧？哎呦，他、啊、没有讲，我、哎、不要拿来吃弟弟啊，不要偷吃啊，掉下去的不要吃，哇，可爱吗大家？哇，很好看哦。硬满啊！哎呦，看到就想吃了啊！哈妙了啊！是真的吗？心都啊，哈妙了，可以放一下。OK， 看到吗？大家，哎呦，有了甜品啊！你们知道什么 mix and match 的东西吗？有甜品，没有理由没有做一个我们的。仙丽姐姐的最爱啊，但是可能这个 coffee 不刚她喝了，她又喝得很 premium 的，都跟你讲。But 我们喝到这个蛮不错啦。我不是很会 coffee 的东西，但是我们试到这个真的蛮好喝啦。所以就是这几个简单的步骤，嗯、对，刚才还有几个简单的材料，对，我是非常快也容易，然后又有特色，又有历史。嗯、做出这一道甜点，这样、嗯、就是啊、这样子放它的 mix 起来了。嗯、我们就先做它的这个叫什么？它的好像蛋这样子的，它这边，然后放进去过啊，过出来过后就是这样子。我们放起、嗯、放那个配料啊，那个 yogurt 啊，或者是其他的甜点，你说对，要配肉啊，或者要配其他的也可以。对，所以这一道甜点真的是很适合星期天，因为它非常看起来很轻松，一个又简单又容易，可以不用做到满身汗的一个食品，对，对吧？孩子又会喜欢，那你再放一两 scoop ice cream 去，哎呦，这个是非常对呀、啊，非常吸引人的，对对对、啊。现在看起来有点像 Olaf。哦有啊哦拉法哦拉法哦拉法那个 Let it go 是啊 Frozen 的这个啊浩姐她终于回到去我们的 generation 了她知道什么是 Let it go 的 coffee 什么要和罗永林哦韦孝哥啊谁你讲要喝 coffee 跟韦孝哥喝啊Olaf 可爱呀、啊！我开始刚才就是看到你这个像那个 Olaf 了的。是啊 ，Coffee 要和永林哥啊，永林哥啊，永林哥你在哪里啊？永林哥，哎呀 ，Betty， 谢谢你进来。嗨，喂 ，Betty 啊，你只是要过来啊，我们要给你吃东西啊，要给你喝东西啊，要跟你了，不是给了哈。哇，再撒一个粉，我们还可以再给他。对，哇 ，upgrade 它，你们看到吗？它的那个外貌，哎呀，再给它大一点。我刚才黑黑的是产生，都还没这么吸引哦。现在它撒上一些啊，下雪那个姐喜欢的 snow， yes， 看起来就更有阿达斯的味道啊，更看起来更美味啊，有吗？各位，有吗？有吗？看到吗？美吗？哎呦！哇
快点来呀、啊，快点来呀、啊！可以放香蕉的吗？哎呀，不要香蕉了，讲一个星期不要有香蕉了。香蕉啊，是我们啊 ，Happy Place Kitchen、啊。你不是讲变了的吗、这个月还不可以出来开胃了，它是我们的碗。没有，我放完了，我没有香蕉了。Happy Place Kitchen 的这个王牌明星就是香蕉。对。啊，它是我们的招牌耶。对。我知道我在什么让你知道 ，OK， 好的 ，Betty， 我们很想念你哦，很久没有抱抱了，没有很久没有抱抱了是 ，Betty 啊，我们很久没有抱抱了啊，对呀、啊，我们有很多特别的很刚你吃的东西，嗯，不用钱的，放心啊哈，我没有 charge 的，我也没有 charge 的哈。对呀、啊，准备好吃的东西给你吃啊！要乖乖呀、啊，要乖乖呀、啊，养好身体啊，要乖乖养好身体啊！要给我们知道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啊 ！OK， 在这边等着这个特别啊，很特别的，也是很古怪的水啊！这个应该是轩丽很喜欢喝的东西来的，轩丽啊。如果有吗？是不是学弟真的？我的，你讲我还是讲你啦？讲天性。那你的华语，我是不是真的好聊的？我的华语。对啦，蛮高。我不知道哦，好像我通常都是这样子讲的。是啊，你是长不长？我要讲哈嘎哇了哦，讲哈嘎哇比较准一点哦。哈嘎妹讲哈嘎哇 ，OK。各位线上的朋友、我们每天十点都会在 Fitco Lifestyle Center 我会乖的 Happy Place Kitchen 里面 sharing 一些 recipe 的对 food 和、一些、healthy 的 recipe sorry sharing 一些 healthy 的 recipe 所以欢迎各位继续留守我们、关注我们每天十点钟我们都会为你分享这些健康料理简单很简单简单煮健康吃、OK 所以、如果你们刚才我们的天心姐真的做得太快了其实我很欢迎你们来找我们的、OK 我们会、在 face to face 来去跟、去 sharing 的哇你们有看到这个的吧哎呦雪莉姐有看到吗什么 color 来的这个什么 color 看到吗哎呦，好像哇 ，experience 的东西啊，我们要做那些 experiment 的东西。好，七、六、五、四、三、二、一 ，OK。你看得出这个是什么东西吗？什么？有喷烟吗？人家通常做那些 science 的那些。experiment 他们会有那些烟出来的清不清绿不绿啊清不清绿不绿啊哇我放冰了 OK OK 清不清什么来的什么来的我们星期天我们星期天是其实是很多都是很古怪吃的很古怪喝的东西所以你们不要 miss 了哦不是哪里都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古怪的人才做古怪的东西出来哦所以古怪的人都是做古怪的对但是这边的是不同的这边的是漂亮的人做古怪的东西哎呦西喂 你放心吧我们也不会留给你的啦、我现在已经去到了只欠我可以自己说了是吧各位现在的朋友班单据说啊雪莉讲不是咯什么班单据说没有班单了这边不是来搬过来这边给大家看来来啊班单据说有点像有点接近了对OK我们不可以给你们看色啊我们要偷这样子古怪的东西要冰住来给你们的，啊，都要收起来的。忍不到，观众都看了。
啊，一直在猜啊，这个东西是什么？Hello，你们放心啊，我喝了两三杯，我还是在这边啊啊，还没有跟我 say goodbye， 所以是放心的，可以放心喝，好。啊，对呀、啊，我跟你讲，我是他的白老鼠来的啊啊。啊，等一下我会喝完他的，你放心啊。我喝完了，我还多一两天，我又在你们的面前出现，所以你们不要觉得我很 boring 啊，看到我的。三色奶茶，轩丽喜欢吗？三色奶茶你不喜欢的，所以我没有做三色奶茶。啊？哎呦，跟你讲哦，其实也很简单做的啦，简单做的古怪的喝的甜点是不是这样讲？料理啊，料理。我只是饮料啊，饮料。你的嘉宾。Wow, Christy is creative， 不是 creative， 是古怪。阿文，很 weird 的，很古怪的、oh. 啊。在嘉宾吧。啊，又在嘉宾 ，OK。I know， 你什么都 know 的，你 know 什么 ？Nomi， 院长啊。No。院长是什么？院长。每次你 no 什么，又讲什么沙都干蹦，又没有沙都干蹦，你讲了你，你不要、啊、让我开心嘛，请你们喝。哎呦，拿出烟了，我爆炸的，会爆炸嘛，我会爆炸嘛，喝两杯德哈的，会爆炸嘛，啊，会不会爆炸的啦？突然间会滋滋滋啊。是啊，哎呀，很简单做的古怪的水啊，不难的哈、啊。但是你讲配出这个古怪的 green color 呢，也不是板蛋来的哈，雪、啊、莉不是板蛋啊。这个我觉得差不多，每个人也蛮喜欢喝的的味道啦。嗯，啊，是吧？对。嗯。I want to drink, Ivan。那飞机在现在很 open 了的，你可以飞过来了的哈、啊。OK。辛苦你了，阿炮姐。真的很辛苦啊、哦，罗明姐，你让我昨天你一打了这个哇，我想到今天一定包狼的了，包狼母了，你知道吗？让我在那等待的感觉，你知道多么辛苦吗？我都不知道你的干部人有多么多人，我以为今天我都可以包狼了的，包狼叫什么中文？包冷啊，包冷啊啊！以为是 break record 啦。啊！哎呦，妈那刀！这样子，你看到这个饮料，刚才有一个轻轻的东西哦，我们配一个 natural 的这个 milk。After that， 我们用这个机器打出来的这个 coffee 就是打 corner 的 coffee， 这样子我们淋上去，这个是蜜用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外貌，对吗？对。打 corner 除了你可以配奶，对吧？是不是还可以配这个？青色的一个液体，这个青色液体到底是什么？到底可不可以喝的？可以的，这个是做甜点的，也是可以拿来。我有看过他做一个 cake 的，对，他有用这个的料理。我的真的很special，鬼好吃，很鬼好吃，很鬼好吃。他其实不是要讲很鬼的，好像很好吃啊。我这边他不好意思去说。啊，我忘记了那个字，你又提醒我。哎呀，有小不要有小孩看啊喂，你不要让他教人家，你教坏小孩。所以没有那些字，给删除了那个字，消音了。啊，甜心姐姐已经把三杯的饮料都做出来了。对呀，阿文，三杯，我们这边有三个人啊，哪里有轮到你呢？啊，你过来，我叫啊甜心姐给你设备啊。So very special， 是不是真的，糯米姐？啊，我们没有觉得什么的是 special 的，你知道吗？在他的面前，我们没有 special 的。可能是他比较啊，院长做的东西，跟你讲，哎呀，真的啊，院长进来看我们真的很 proud 啊，proud。那，我复议一下，星期一啊，星期一是哇，院长，星期一的东西啊，你们真的要不可以 miss 了，你们 miss 了啊。不可以回头了的了，我们没有 replay 了，跟你讲。啊，那个蜜院长我会在线上跟他。啊，我妹妹收心幸福。健康燕麦。哦。所以明天同样的时间10点，留守我们的 free call
Singapore Lifestyle 对呀、啊、Malaysia 的这个 Facebook 啊、哦，十点钟在我们的这个 Happy Kitchen Happy Place Kitchen 对 Naomi 那个糯米院长呢会为大家 sharing 对如何做这一个健康的燕麦饼好不好 OK 明天啊记得啊我们三位弟弟两个妹妹啊我们要把我们萨都甘蹦的人啊哈请进来来看我们的院长的啊什么了 healthy 的燕麦啊燕麦的 cookies 啊燕麦的 cookies 啊 meal cookies 哦 cookies 是小孩子的 favorite 来的哦是我的 favorite 也是你的我们啊多一点人进来对一起可以都知道哇、嗯、原来做这 cookies 这几个 step 啊对呀、啊、大家一起可以在家哇你看不到我们很大方的吗、啊、你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很愿意 share 的、哦、这个你讲哦当然、啊、是我很幸福啊幸福幸福到会那个肚子会越来越大的哦、啊、所以阿文来说弟弟很幸福哦我跟你讲阿文本来弟弟是才56个啊不啊60公斤现在啊他才两一个月里面啊他已经到78个公斤了啊所以你讲多么本来是他不是吃我的因为他讲我的做出来的跟 Jenny 啊那个啊班姐做的是太没太吃了不会肥的东西他不要吃太没味了 啊对呀、啊、OK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是不是时候我们开股给现在的朋友知道这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来的呢 Peppermint Dalgona Coffee 这个绿色的是什么、oh, Peppermint 抹茶哦抹茶抹茶啊抹茶不是不是抹茶下去哎可以的对它看起来也像抹茶但是真切的它不是抹茶它是 Peppermint 所以我相信很多做 baking 的都会用到 Peppermint 的 对吗所以我们做出这一个达科纳的这个哇还可以再才两粒不了最后两粒了 okay,、这个是最好放哪一杯是我的你就放进去不是我的、你就不要放 OK 哦 OK the final step 我们再放上一个巧克力在上面、哎呦你们看这个啊我跟你讲啊我们的古怪姐啊她做出来这个啊配这个的 cake 啊哇跟你讲她很久没有给我吃过了了也在吃了两年前吃过、我的生日在7月24号你们记得啊不要忘记我的生日那一天你们都可以看到这个 cake 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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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啊 OK set the date 啊好的 OK 好拜拜谢谢你们好看吗等下我试了好不好吃跟你们讲啊OK 谢谢你们明天10点啊我们的院长啊不要 miss 了啊、yes. 啊我会 morning call 的放心 OK 拜谢谢各位对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天在 end shot 之前 OK 我们大家来一个 Cheers 一个很近的距离去看一看这些你们放松旁边 OK 哎呀我们来个脚脚不好意思啊good combination 哎呀好啊是咯好选定你也试一下啊很好的 mix 这个是非常简单来我们看你们来 cheers cheers 来我们这样哎呀呀呀呀看不到看不到不好意思啊这个好各位谢谢你们啦拜拜